谁说哥不能乘风破浪？不就是唱跳难不倒我的哥哥们要来乘风破浪啦！上了年纪就不能唱跳，年纪最大的已经到60了。就这么奇怪。没想到60岁的音色还可以这么像孩子气一样，哇！可以登上小巨蛋了，小巨蛋了，哇！盛装现出，吹紧绷，哇！许常德老师不自觉的，今晚10点，胡尔问创快筛，小明星大跟班。